秋天，偶尔会翻开日记，昨天我们很美丽。雨下起是不是梦里，空气也都屏住呼吸，让时间遗忘着你。告诉你我多爱你，就算你从来没在意，我不停重复那些飞走的回忆，是我们牵手的轨迹。想要告诉你我多爱你，就算我有些坏脾气，你总是抱着拥抱和在怀里。爱就是风和雨走过的轨迹，想要告诉你我多爱你，就算你从来没在意，我不停重复那些飞走的回忆，是我们牵手的轨迹。想要告诉你我多爱你，我有些坏脾气，你总是抱拥拥我和在怀里。爱就是风和雨走过的轨迹。儿子，你以后注意点，别去打扰他们。哎，学自己的啊，自己学自己的。如果你要是不会的话，妈给你请个家教。嗯，不用，我现在脑子运动开了，也就没什么问题了。主要啊，还是我有魅力。又吹牛。你告诉妈妈，你心理上有没有早恋的念头？哎呦，其实也不是谁都想早恋的，主要啊是一个面子碎不碎的问题。你要是没有女孩子喜欢呢，那你就是肌无力。这跟肌无力有什么关系啊？肌无力就是没有肌肉，无能，缺乏魅力。你们这是什么比喻啊？不恰当，不恰当。儿子，如果啊，你要是为了面子就去随大溜，那就是没主见，没出息。你看人啊，这活着一生呢，是分阶段的，到了哪个阶段就要做哪个阶段的事儿哈。你比如说，这21、22岁到30岁之间，就是谈恋爱、结婚的阶段呀。你要没谈恋爱、没结婚，父母家人就为你着急了。这10几岁这个阶段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对吧？哎呀，您跟唐僧似的，唠唠叨叨的。行，我明白。高中3年，我不近女色。也没那么极端，正常来往嘛。就是啊，不要跟某个女生走得太近了，你没这个意思，别人误会了怎么办？再说你是一个男孩子，要替别人负责。嗯，我知道，最多也就是到暧昧的程度，再想靠近，我扭身就跑。你懂什么叫暧昧啊？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特别不爱跟你们家长说话吗？为什么呀？因为你们老觉得我们是傻子，特没劲。真是这样啊？嗯。那妈妈以后呢，就少说话。咱们俩现在达成协议啊，以后平等对话，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哎，妈，我给你举个暧昧的例子。嗯，暧昧啊，就是跟我姥姥跟奶奶那样磨磨唧唧的。不许胡说。哎。天宇啊，大妈呢？走，一块儿去吃顿饭。对，走了，走了，上哪儿去了？直接回老家了。1小时前我送她走的，她请您先不要跟她联系。
说你这个孩子啊，他走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爸，您先别着急，来，您坐下。哎呀，我坐什么坐呀？不是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想回去冷静一段时间。另外，不要告诉天哥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特别珍惜他跟天哥现在的感情，他不想把局面弄得很僵。你说他别再生出什么病来。爸，你别着急，我觉得这事儿要不先搁一下。我还是那句话，我跟天宇去做天哥的工作。对，你们说啊，我这大半辈子啊，这自己一个人都过来了，你说我现在我还想这，我这，好了好了，这样啊，你们呢就当听了一场笑话，完了，完了，啊！我去车间。天宇，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支持你妈跟我爸这事？一般来说，儿子都反对让我改嫁。你知道吗？我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上初中的时候，甚至就动过这个念头，希望我妈能跟他离婚，找一个能让他幸福的人。你说我愿不愿意？那好，那咱们就全心全意地促成这件事情。对，大哥。另外。我妈临走的时候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爸对化工厂提出的问题，你一定要重视，因为这不光影响到爸的自尊，而且还关系到你自己。老太太有水平啊，看问题准确，分析田哥的心理到位。看来咱们做田哥的工作确实是有难度啊。走，得找爸去。田经理，大梦来了，又给你送活来了啊！要求都在里面。你好，美女，你好。谢谢您，您真的为我们揽了蛮多的业务。我跟我姐姐说，准备送你一份礼物，你看看你想要什么，我一定会送给你。这你送给我礼物，我顶多算是受贿。这让我来挑的话，坏了，我这就可就成索贿了啊！你看，哪有这样问人家的？不过大梦，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要没有你呀，我们不会做得这么好。天哥，我想找你单独聊聊。这么神秘啊？嗯。来。嘿，打住！你就不能让我们老战友单独会晤一下？回去让你姐请你吃饭啊。走。大妈，坐。呵，这还是做生意赚得快啊！这才几个月，你这扩大不少啊。是赚了一些钱。但是又投到设备上了。好啊，那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你要走？是啊，我辞职了。我一个朋友啊，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我过去给人家做设计，而且啊，他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天来啊，我也是特意来跟你告别来。你真的要走啊？是，本来我是想跟社里共存亡的，可是考虑了一下，毕竟是个机会。再一个，我也不想再和老陈斗气。你好，去一个能施展你才华的地方，我为你祝福。遗憾的是，我以后就很难见到你了。你什么时候走啊？明天的飞机。这么快呀？我已经准备好几天了。其实我一直在犹豫，犹豫是不是来跟你告这个孽。最后还是没忍住，还是来了。恐怕以后啊，就再也见不到你。所以今天来，我必须要说出我的心里话。大哥，你真的是我的好哥们，好朋友。你让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大哥，其实我一直很在意你，
很欣赏你。你就像一块温润明丽的玛瑙，不张扬，光彩尽显。我明明说的这么好。坦白的说，我是爱上了你。不，这不可以。你不用害怕，其实你的生活一点都不会改变。我要是一个没有理智的男人，也不会选择今天跟你说这段话。你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妻子。下辈子，在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我希望能遇上你。不过今生今日对我来说，就是我感情终极的一个纪念了。不过我也特感谢你，能让我说出今天的这番心里话。大猫，可能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正直、率真、仗义，还富有幽默感。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好的女人。天哥，你一定活出一个女人的精彩。车间的安全问题，你还是得盯紧点儿。你放心，我有数。哎，早上我来了一上午了，爸怎么都没见着？我也没在意。哎，爸，哎，这一上午您干嘛去了？出去散散心，随便走走。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打。哎，对，不饿。我呀，这你看这干嘛？这哪来的呀？这个，嗨。你上回给我找那块地方啊，不错。我上午这就顺道就看了看，在那儿要的。我是得给你妈和我呀留块地方了。爸，您别老抓着我那点短不放啊。哎呀，和你没关系。人呐，人不服老不行，该准备的就得准备了。说不定哪天，哎，我这，哎，走了。好了，车间看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先等我一下，我去擦背。什么事儿啊？啊，坐下吧，坐下。天哥，千万别激动。这两天，妈去看咱爸了。他不是说去旅游吗？老年大学组织的。不是。
他是期刊爸，他们俩都决定要结婚了。我跟大哥把你的意思告诉了他们，结果我妈回老家了，爸的情绪也很消沉。 我跟大哥都认为，妈分析的对。你在婚介所给爸找老伴儿，就是想给爸找一个搭伴过日子的人。你并不希望爸真的爱上别人，你希望爸的晚年生活幸福。可是你又不允许爸在感情上背叛你的母亲。不是的，不是的，那会是什么？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就是因为你爸和我妈谈恋爱说出去难听而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你知道了，爸跟我说的一番话，让我既感动又难过。他说，他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个家是由儿女们在撑着。 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妈妈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能好好的照顾她。我妈临终的那天，我连见她一面都没见。我对不起我妈。我爸爸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我妈忍着她，让着她，顺着她，我们欠我妈的。 没精打采的，小妹，爸要是再婚，你有什么意见？和谁呀？还是那个白阿姨啊？别管跟谁。那看来我阻止也没用了。不过我提两个要求：第一，要做婚前财产公证；第二，定规矩，明确这个女人在家里就是照顾爸爸的生活，不许她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婚姻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我跟天宇啊，在大学就认识，我们俩都是初恋，婚后的日子也无风无浪，但是过于平静，也缺乏激情。姐，你跟大梦是怎么回事？我挺欣赏他这个人的。他说也挺欣赏你，你们之间就只是欣赏？每个人都会有感情秘密。大梦对我说。 他这几年默默的爱着我，这件事儿搁在哪个女人身上都会被感动的。我会把这份感情永远的珍藏在心里。在你心里，你是不是觉得你特满足？我敢断定，你们一定会藕断丝连。不会的，我对他是友谊。得了吧，什么友谊呀？男女之间哪有什么真正的友谊呀？无非是到最后还是要你的感情和身体。
别用你的经验套别人的事情。姐，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啊？我要做这里的经理。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我就是要做这里的经理，我觉得我有能力经营好这里，而且干得会比你好。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不想出去找工作了。我觉得这里就非常适合我发展，我用一两年的时间积累资金，我要购买全套的胶片洗印设备、彩喷设备，开自己的印刷厂，成立自己的大公司。你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你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吗？不就是你的感受吗？你同意就好了。不光是我的感受，这里是哥出的钱，这件事儿啊，还由嫂子来决定。沈丹竹我不管，哥那边由我去搞定。小妹，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想一处是一处啊？我为什么要永远屈从于别人的指挥之下呢？我不服气，我能力比你差，我智商比你低。话既然说到这儿，我就要提醒你了。你来这儿之前，我们是不是说好的？你在这里过渡一年，一年之后你该回日本回日本，该找工作找工作，是吧？两个选择我都不要。我就要留在这里，而且一定要做经理。你先找个地方冷静地想一想。姐，你不要逼我说出绝情的话。我想听。好，你家庭幸福，家里有一个丈夫高天宇和你相濡以沫，外面有一个大梦这样的情人对你念念不忘。作为女人，你不要样样占全，不要太春风得意。大梦不是我的情人，我们俩是要好的朋友。不是情人，拥抱接吻不是情人。你不是看见了吗？你眼瞎呀？我们是告别时的拥抱，是礼节。礼节？我姐夫要是看见了，他能相信吗？为了大梦，你们曾经闹出那么多乱子。你现在又说，一个男人默默地爱了你这么多年，你很感动，你想把这份感情珍藏起来，你有了秘密。我姐夫要是知道了，你说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想你和这个男人也是相濡以沫呢？你不要威胁我。我不威胁你，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这里边记录了你真诚的肺腑之言。咱们是好姐妹，我没有家庭的呵护，也没有爱情的滋润，我不想让人家看不起我。你只要把印务室让给我，我会永远替你保守这个情感秘密。滚。姐，我们是好姐妹，这个字不能随便说。滚。你先冷静冷静。这都快八点了，我还以为家里没人呢。怎么了？不舒服啊？我今天有点累，我该去做饭了。哎，别别，歇着吧。等儿子回来以后，我们一块出去吃。哎，对了，身上还疼吗？我明天下午才去丰阴县，明天上午我陪你到医院去查一查。我没事了。是不是两位老人的事儿让你心烦呢？他们执意要在一起，我不阻拦，请你帮我转告他们。其实你的心里并不乐意，
不用考虑到我的感受，我无关轻重。别说气话了，要是他们真的生活在一起，还不是我们来养老送终？如果你心里别别扭扭的，这以后怎么处？你们还要求我怎么样？我高兴不起来，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成不成？从今以后，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该关心关心，该照顾照顾，我不说半句怨言，这样总可以了吧？你先冷静一下。我已经跟大哥说了，这件事情，别人的意见都可以不考虑，比如说田畅还有大嫂，但是我必须要把你的思想做通。你们这不是在将我的军吗？我都成钉子了。你们俩谁挑的事儿？儿子，去十八连，等会儿我们一块出去吃饭啊。你请客，那就是你挑的事儿了。我们医务室有点事儿，我要去办，你们吃吧。哎，妈，你和我爸不是说好要每天设想一种幸福生活的片段吗？妈，虽我妈不给你面子。哎呦，那咱们俩呀，今儿就在家里凑合一顿吧。儿子，懂事了。姐啊，我给你家打电话，高姨说你来这儿了，你别生气啊。我也是没办法，你也得替我想想嘛。我要不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我就什么都没有。嫂子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沈丹主我不管，哥那边由我去说，反正钱也是大哥的，我们兄妹三个人达成默契，瞒着他不就行了吗？天畅，我告诉你，我绝不会放弃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哥为我投的资，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把钱赚回来还给他。其二，为了爸爸，我辞退了记者，干了自己不喜欢的发行工作。后来又因为这个家，杂志社让我内退了。我是一个非常在意事业的女人，所以我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姐啊，你怎么这么老土呢？现如今什么能力啊，什么价值啊，钞票至高无上。我跟你说，我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只要你肯让我干，肯定赚大钱，我不会亏待你。我真是低估了你啊，原来以为你只是心血来潮，你已经考虑了很久是吧？你不要把我想的那么坏嘛，我这只不过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我以前只以为你自私，现在我才知道你还这么无耻。我自私，你就不自私。退一步说，我是你亲妹妹，我生活无助，我事业不顺，我就是求你把医务室让给我来干，你都不肯，你不自私吗？这就是你在日本学的这套做人哲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好好好好，咱们不吵了，行吗？我做了经理，你不是要事业吗？你可以照常来上班。正好也可以瞒过沈丹竹，你一月给我发1500，我给你3000的工资，怎么样？够意思吧？如果你要是想把事情闹大，让沈丹竹知道的话，姐，对不起，我们就只能撕破脸皮了。你可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一旦你和高天宇对杀起来，你想想，咱爸还有你婆婆会怎么样？卑鄙起来，一点也不傻。如果你还疼爸，你就做出牺牲，我也做出让步。你和大哥一直不是想让爸再婚吗？
我二话不说，不管爸娶谁，我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他妈。你怎么了？没怎么。胃疼？肚子疼？肝疼？还是心疼啊？你倒来得挺快啊，装得挺像的，继续装。哟，天哥，你看你这头不梳脸不洗的，都快成女盲流了。哎，你看看，哎，你这不逼着高天一起外心呢吗？来来，我带你啊去美容去。你看你照着镜子成什么样了？你真的没心。我告诉你，天哥，我带你去这家美容院呢，我叫金卡，牛奶洗头，牛奶洗面，哎呀，精油啊，浑身按摩，舒服极了。你该为自己活活了。嫂子，谢谢你。我真的没时间，我要大扫除。哎呀，是我哥让你来的。是，还有你们家高天宇，给我来电话，给我下命令，让我带你出去享受享受，消费消费。我说了，如果呀不看着你每天的忙着应务社，我早带你出去疯了。我玩不疯，我能气疯吗？你还真跟老娘生气呀、啊、你？不是，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医务社让田昌来做什么？哟，你是不是又犯抑郁症了？没有，我就是精神疲劳，想缓解缓解。又是你们知识分子的富贵病，要是这样啊，你不用歇。不是我逼你拉他干活啊，你想想啊，你把医务社交给田昌那个不着四六的人，我能放得了心吗？那我就该得神经病了啊！让他锻炼锻炼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让他练练，回日本练去吧。他是不是又出什么幺蛾子了？没有没有，我就随便一说，真的没有没有。哎呀，天哥啊，两位老爷的事儿你犯不着那么较真儿。嫂子，你也来劝我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初我是不愿意让他们在一起，我以为趁他们刚刚有苗头就让他们分开。话又说回来，实在分开不了，我也不是那种四六不懂的人，跟老人一哭二闹三上吊吧。对呀，说开不就行了吗？犯不着寻死觅活。现在已经变得说不开了，我哥和天宇那叫办的什么事儿啊？老在老人面前强调我的意思，结果越抹越黑。哎呀，你说你们田家人呐，都是太爱较真儿，但凡有一个人让着点，这事儿就过去了。就说我和你哥吧，要说你哥这人呢，可真好，真是顾家，对我、对孩子、对我们娘家没得说吧。可是有一点，他不知道哄我。如果遇到点事儿，我生气了，我跟他闹，没有一次让着我的，就跟我黑是黑，白是白，丁是丁，卯是卯，给我掰出个道理来，气死我了，你知道吗？你跟他说家中无理啊、哦，你也知道这个道理呀、啊？那你跟老爷子和老太太讲什么道理呀、啊？你看。我都想开了，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我已经想明白了。你想通了吗？哎呀，田哥啊，我看呐，你还是拧。你知道吗？全家人呐，就想看到你一个笑脸。啊。哎。喂，我是田哥。漏了四块板。谁做的？我马上就过去。嫂子，怎么回事？我得去一趟医务社。正好我跟你去一趟。你还是去美容院吧。放心，我绝不干涉你们。我就看看田畅这小妮子表现如何。我去换衣服。就你们这样的工作态度，在日本连汤都喝不上，知道吗？又不是我的错。哎，胶片洗出来送杂志社之前，你为什么不检查？总共64本，从一数到64，你不会数啊？上人作文这一块本来就不是我负责的，是你让我捎带取出来给人家送过去的，我还没要你加班费呢。你还要加班费？现在国内的女孩子怎么都这么厚颜无耻？你才厚颜无耻呢！你凭什么指挥我？我凭什么不能指挥你？这医务社是我们家开的，
你算老几啊？在这儿我就是老大。我们只听田姐的。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来的正好，这里的规矩从今天开始得改。他们一个个没有一个能为别人多做一点的，又贱又懒又滑。你说的这就不对了，咱们这里明确规定各尽其责，谁负责哪本杂志，谁负责哪份报纸的排版，不能掺和着做。少儿作文漏掉的四个版就是你的责任。那是你以前给他们养成的坏毛病，我立的规矩他们就必须要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谁让你定规矩了？你还老大了你？你以为你是根葱？谁打你铅锅啊？你跟我来，快点！你算老几啊？这公司轮得上你定规矩吗？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一个打工的，和他们没什么两样。说不好听的。你还不如他们呢，嫂子，你别生气，回头我慢慢跟他谈谈。谈什么？你也是，就他这样，你还有闲心歇假呀？田畅，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我是看你哥你姐的面子上，才收留你，宽容你。你别夹不住尾巴，找机会就撬。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这公司的钱是我哥投的。放屁！你哥的钱，我们是夫妻，财产是共享的，你明白吗你？哼哼，我是董事长，你想干不干？不干，给我滚蛋！嫂子，嫂子，你小点声，让职员听见多不好。田哥，我告诉你啊，印务社我是找你负责的。如果田畅再给我蹬鼻子上脸，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试问。你行啊你！你把沈丹竹搬来跟我示威，我告诉你，我原谅你这一次。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忍受，大不了鱼死网破，看谁的损失大。田畅，你要经营用社，一定要按照行规去做。自以为是你这套行不通，不仅把客户吓跑了，也把职员得罪走了。我不需要你指教我，我安排给你的任务就是去把沈丹竹给我应付好了。拜托，你在这方面动动脑子行不行？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公章账本给我。同样是父母生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真不敢相信你会是我亲妹妹。说啊，你可不能稀里糊涂的不当回事儿。你们家田哥现在怎么了？整个一个大脑积水。哎呀，他做的事儿我都不能理解，知道吗？啊，你再了解他，了解他现在的状况吗？印务社都不想干了，交给田畅那个不着四六的人盯着，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病？都快气死我了。啊，依我看啊，两个老人的事儿你也别再逼他表态了，你和牧野呢，张罗张罗，就让他们搬一块住得了。哎，哎，嫂子跟你说啊，哎，结婚证领不领以后再说了啊。好好，再见啊。Thank you.
田哥，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如果不是家庭的拖累，你肯定会比今天取得更大的成功。在杂志社遇见的挫折，并不表明你人生的失败。苦守家庭，谁又没有居家过日子的烦恼？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还能做出许多的事情。这一点，我比你更有信心。希望你还会收到我的问候。深爱你的人。你上网呢？没有没有，我随便看看。洗手吃饭。嗯。吃啊！啊，我吃。您别着急，我们今天加个班，明天就给您送过去。您看这样成不成？喂喂，怎么回事？你还好意思问？耽误了党务杂志出刊的时间，人家提前五天就把稿子送过来了。咱们居然没有把毛条做出来，他们让赔偿损失呢。赔偿损失？不可能。我告诉你，现在拼板印务的公司遍地都是。